偶像练习生开播到结束，身边的朋友无不知道昏天黑地废寝忘食，完全暴露了痴男疯女的本相。本人自是无比不解鄙视他们，但作为常年游走娱乐尖端的弄巧儿，聚会聊天我竟然沦落到插不上话的地步。 WTF 扎心后自是搬凳子狂补一波。 EMM 肤白点好的渔网小哥哥蔡徐坤，甜甜的浓浓爱哭嘻嘻范丞丞，人间仙子朱正廷，胡巴朱星杰，长腿朱小花，小哥哥们太多，我一舔屏舔到无法自拔。所以开篇痴男疯女的话大家就当无事发生过， But 我还没舔够偶像练习生就结束了，心痛到无以复加，富无穷，想再见小哥哥们盛世美颜的同框成了支撑我如今工作的唯一动力。当然除了钱，终于大概是京东或是 Those 听到了我和广大 Open 内心的呼唤，4月19日 Both 京东超级品牌日直播，不仅胡巴朱星杰周小花周彦辰前来直播，不影响练习生的李荣浩老师竟然也来了，而且胡巴的微博还透露表演魔术大变神秘人，这让老夫的少女心又激动了呢，吼吼吼，可以说是十分期待。虽然不知道李荣浩老师和两位小哥哥的直播内容，但现在可以肯定的是4月19日 BOSS 京东超级品牌日， BOSS 爆款产品全场五折，白条六期免息，还有暴力神犬最高立减3000，更多详细信息关注直播进行了解吧。最后放一波帅照。对了，知道你们都喜欢胡巴和周小花，那李老师请留给我。